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韩家大爷，在我们和萌叔建议虎年年货看萌叔，今天是春节专题第一弹，我们将会用一个月的时间，很多期节目带大家一起来挑年货、选年货、选过年的礼物。如果你们有什么想要我们拍的话，也可以实时刷弹幕和评论告诉我们，也希望用这样的方式陪伴大家一起过新年。今天第一弹是每年过年一定要做的什么？哦，相亲。相亲没有的选，选我，点关注，选我。我们可以测一下，相亲适合带送给对方的小礼物。哎，如果你相亲，你想送给对方什么？我就把整个头都剃秃，送给他一个不想要的人。哇，他好强哦，他秃了，从此爱上了你。那就是真爱啊！今天的第一代，我们给大家做的是每年春节一定会有的糖果巧克力。哇，我们小时候必须要拜年有糖果啊。有些糖果其实在平时生活当中大家是吃的不太多的，但是一到过年就会发现生活不吃甜，新的一年不会甜甜蜜蜜。是的，起码你家果盘要有一盘糖，你摆在那边，朋友来家里面也是要吃点东西的吧，干嚼啊至少是一个美好的寓意嘛。是的，当然今天我们挑到这一些，有一部分是我们这一年来我测过的特别好吃的糖果或者巧克力，还有一部分是在网上面说特别好的，我在视频的最后给大家做一个总结的红黑榜，供大家做参考，年货提前买起来啊。第一个，当当当当，哎呀，这是我今年我觉得特别好吃的硬糖 No.1 春光石井糖，这个各个价位都比较多了，我们买这一袋是14.3元这么一袋，这一盆呢从初一放到初15但是它真的不是难吃的硬糖，我们之前专门做过春光红黑榜里面我就推荐它，第一次吃的时候惊为天人，所以我们流年忘返，而且它哦各自口味都有，这么一捧是不是就很过年。在这里面我觉得最好吃的是他们家的咖啡糖、榴莲糖和椰子糖都特别特别的好吃，可以带你们看一下咖啡糖经典回顾吧。你别以为它是硬糖就不好吃，特别的醇香，咖啡巨浓郁，里面还加了一点点那种小小的甜味儿，但没有奶精味儿。你在嘴巴里面是可以含很久的，你就含着它打游戏、看春晚，从开场一直看到难忘今宵，一直看到发红包。吃到一半的时候，你咬它就不会硌牙，直接啪就断开来了，很香很香，香浓香醇，我甚至吃到那个烘焙咖啡的味道，高级手冲咖啡。下一个是榴莲糖，听到榴莲是不是就开始兴奋？我觉得老国货最大的问题就是长得太朴素，没什么可说的。好吃，好吃就行啊。它虽然是糖，但不怎么甜哎。它的甜度就是适中。小朋友会爱，像我们这种长大年纪大也会爱。如果你不想吃这个，还可以尝尝他们家的椰子硬糖或是椰子软糖，都非常好吃。这么一套实景装，各种口味，各个人群其实都能够照顾到，放在一个果盘上面就会非常的漂亮，五颜六色的嘛。对，下一个。讲讲讲讲老网红啊！什么老网红？我今年才吃到它。但这个品牌还不够老吗？阿尔卑斯巧合棒巨好吃。你这个包装是官方的吗？阿尔卑斯不是很时尚吗？这是很便宜的包装啊，它是果仁巧克力夹心的米谷，阿尔卑斯家的费列罗，巨香。然后我咬一半，等一下，里面是长臂王空心的和巧克力的夹心，这个真的没话讲，不仅是春节、过年、结婚、孩子满月酒都可以吃，倍儿棒的喜糖。我们这一袋是14.79元，那这太便宜吧？多少个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1个，7毛钱一个。招待朋友，性价比之选。它两个味道，一个是原味，还有一个这是草莓味吗？哦，它两个味道吃起来是一样的呀，它夹心比较多，是实心的，有点像是花生酱的感觉，都非常好吃。你怎么忍不住想吃啊？嗯，花生酥，对，好好吃啊！过年这味道，你不吃不合适吧？过年不胖个5、6斤，那对不起这个今年，对不起你花出去那些钱。没话姐，这吃爸妈的。但是现在我们长大了之后，我们家年货都靠我哎。真假呀？真的，终于有出息了。那肯定啊，也是一个值得依靠的男人呢。下一个，哎，是一个网红品牌，我没吃过，叫做思益达爆浆陈皮软糖，20.9元，包装都这么廉价吗？真的，我就觉得你搁家可以买一些好的果盘，你摆在上面摆这种糖果就可以了，不要把钱花在那个外面的包装上面，那都要扔掉的，也不环保，反正是要拆出来的，那就是这种散装不是最好吗？还省钱。我突然想到，今天我们全套你买下来可能不超过200块钱。哦，哇，我没见过这种陈皮，你看它外面会有陈皮的那个碎碎，陈皮魔方。哇，你闻这个味道，高潮啊！它是那个味道，老鼠屎的味道。哎，老鼠屎的味道，哎呀，好棒哦！我们不是真的说老鼠屎啊，零零后是不懂啊。而且它里面是爆浆的。哦，是的。哦，这个很好吃哎。对。过年会不会有胃口不好的时候？这太好吃了吧！它里面是爆浆的，你别看它包装土哦，其实口味很洋气呢，是那种酸酸甜甜的陈皮香，又不像是梅子，是那种有果皮的味道，吃在嘴巴里面，哇，口水四溢。难怪网友爆推它了，可能家里面就如果年夜饭没有那么的可口的话，可以吃这个。
你多带点啊！你说我妈做饭不好吃吗？我说你在亲戚家吃饭的时候。你说的是我哪位亲戚？去你家吃饭吗？我不是你亲戚啊！你过年都不让我去你家吃饭啊？好友胜似亲人，在我心里可是把你当亲人的。什么亲？兄弟啊，哥哥，你忘了吗？哥哥，哥哥，你要不要坐我电动车啊？下一个，徐福记，新年吃徐福记，这是我觉得他们家最好吃的糖。其实我们去年就做过年货专题嘛，就有徐福记。对啊，欢迎各大厂商和各位宝贝儿去搜年货，牛年年货看图书，全平台都是我们迷恋钱包。这一袋是20.9元哦，很大一袋，我也不细数了啊，真的是就良心国货。如果只能买一个的话，我觉得最好吃的就是酥心糖，尤其是我手上这一颗花生酥心糖，会不会跟上个很像啊？完全不一样，它里面是花生味的，一咬开。哦，酥了酥了酥了，它不是硬糖哦，它里面就像细沙一样，太适合过年了。而且过年就是要吃花生。哎，小时候说实话我不太喜欢吃那种硬糖，像酥心糖还有我们小时候吃的那种橘子软糖那种，对，我就巨爱吃。反正我们就是各种类型的都给大家推荐推荐，反正过年的时候可以供大家参考嘛。对，龙白菜根所爱嘛。下面还有个黑芝麻味的，一口甜心，太好吃了，直接买混合装，花生吃腻了吃芝麻，芝麻吃腻了吃花生。要买实景的。而且像这种经典款的卖这么多年了就不会难吃，如果还没有吃过的宝宝可以试一下。你觉得它多少钱呢？几十块钱吧，109元，但真的很好看啊。虎虎生威，德芙的虎年巧克力，它外面的这个老虎其实是比较凶悍的，里面是12生肖的巧克力礼盒。哦，不只是虎是吧？哦，有点像那种纪念金币。对，贵是真的蛮贵，但我觉得这个创意还挺可爱，过年就是这样子的，你知道吧？有些钱是要花的。一共有24颗，4.5元一个，还行，德芙哎，做工还是很精致的，几乎和封面差不多。大家可以刷一个弹幕，你是什么属相呢？虎年，我们就先挑一只小老虎吃一吃看，味道应该都一样吧。看着还不错哎，它加生巧克力，它加的什么心啊？哦，它是混合装，不仅仅图案不一样哦，里面有荔枝乌龙、佛手柑红茶、纯牛奶、红豆，像我吃的这只老虎，里面是佛手柑红茶味儿。对，我就说怎么这么特别呢？它有点像在开盲盒一样，蛮有趣，蛮有趣的，好吃啊，好像是佛手柑的，这有股橘子味儿，我以为是刚刚吃的陈皮糖的味道呢。嗯，是不是淡淡的？有一种在魔术家里的味道。我妈专门有个喝茶台，上面放个佛手柑。如果是想找一个有趣的巧克力糖果的话，我觉得这个还不错。哇，这个真的有被惊艳到哦。啊，也不至于吧，因为它每种口味都不一样，有惊艳就感觉是你像被收了钱，我真没说话。纯粹的就是喜欢这个，到时候我们抽一份送大家。下一个，哎，这个我就很喜欢了，华味亨的青口梅。其实这种青口梅很多牌子我都非常好吃，我印象当中来一份那个青口梅就很好吃，你们可以称一点散装的，16.9元。它里面是一颗这么大的青梅，一口咬汁，酸酸甜甜，我就不给你吃我吃过的，当然弹幕要骂我，怕吗？怕，我怕影响到我们的感情。哇，爆炸开胃，爆炸脆，哇，这就十分火锅，很适合喜欢磨牙的宝贝儿。口感上我会觉得它稍微有一点点的偏苦，可能来一份的会更好吃，因为我每次坐火车、坐高铁出差的时候，我都会去买，那个味道非常的稳定，而且奶粉还稍微的大一点点，但这个便宜啊，果然人民币不骗人民。下一个，薛记炒货最近好火，他们家的那个什么巧克力香橙片卖到爆，然后我挑了他们家两个，因为在过年的时候我们除了年轻人要吃糖果以外，其实家里还有一些老年人或者是中年人，就给大家挑两款木糖醇的，会比较健康一些。首先是木糖醇的花生酥，17.9元，里面是长这样子的纯花生，倍儿倍儿香，但我觉得它因为它是木糖醇的，所以没有那么的甜，而也会稍微的有点点偏硬一点点。如果你们是能吃糖的话，在口感上我觉得最好吃的是卢溪河的花生酥，我今天本来想买的但断货了，买不到啊。如果你们有机会吃的话，可以尝一尝原味和椒盐的，两个都非常好吃，巨脆。我跟阿爸两个人就是一个礼拜干完两盒，巨好吃，放在桌子上每天遛狗之前奖励一下自己。奖励一下口吧。我觉得它稍微有点偏硬嘛，香还是很香的，但它不太甜，我要给它清白。你是吃了卢溪河再说它，如果你没有吃卢溪河，它已经是非常软的了，非常顶尖的是吧？我小时候吃的这米花糖啊、花生酥啊，那简直是比它硬多了是吧？那是相当的硬啊，应该是酥脆，一口能咬开。当然了，为了健康考虑，这个糖果就是享受一下新年氛围，也不要多吃，还是要保持健康。芝麻核桃酥23.9元，要贵几块钱？哎呀，这个就更过年了。它也是木糖醇的，
哦，这个芝麻的好香啊，我觉得这个比花生那个要更好吃，但这个要硬一点点，对，巨香，爆炸香，它是原味本味的一个调味，很健康，太好吃了。吃着我就想起来小时候我去外婆家，然后我舅舅他们打了这种花生酥糖，这种东西就吃起来就很有过年的氛围，一下子就脑子里面就开始回荡起了那种难忘今宵，刘德华就开始唱起歌了，恭喜你发财。好，今天的春节糖果大赏就是这样，让你最心动的是哪一个呢？我觉得都很好吃，如果只能给大家推荐前三名的话，你想要推荐的是、天哪天哪，好难好难好难，我觉得那个陈皮糖很惊艳，那个太惊艳了。第二个我觉得巧合棒，巧克力的我会很喜欢。第三个徐福记不能不买吧，但是最后一个薛记的那个芝麻的也很好吃啊。我知道了，第四个我要选卢溪河的花生酥糖。是不是今年过年肯定会买，我已经在脑子里面那个清单已经列出来了。当然了，虎年年货看萌书，今天只是我们新年专题的第一弹，如果想看更多的话记得点关注啊。今天视频就是这样，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，爱你们哟。